喂药。记住，临敌之计在于后发制人，敌不动，我不动。最后确认一下，那些机关都安好了吗？当然。千万不能动，他们在用计，高手随时会出现。明白。小五，林敌的敌，最重要是随机应变，六个字，敌不动。我先动，我们是来求财的，别逼我们出手。别动，出来呀，高手！这里我最高，你找我？我没工夫哄这帮小朋友玩，你们已经伤害了我两员大将。你们要是男人，现在给我站出来，我要和你们决一雌雄。原来你是坏人。错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坏人。敢打我的脸，我爸都不敢打我，我是靠脸吃饭的。手里这两把无敌西瓜刀。哦，他是卖西瓜的。你惨了，这是文物啊。我是坏人呀！好，收到了。死人！呀！接着！呀！少林功夫，耶！
叔叔，对不起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